My name is Daniel Labusi, 我叫 Daniel Labusi, 我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导生部的副主任。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王源的访谈。I'm very,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And today we have invited one of the biggest stars at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Roy Wang. 然后看一下王源你在不在？你在吗？我在。欢迎，呛在。真厉害，真厉害！哎，你哥，How are you? 你最近好吗 ？Yeah, I'm good. All right. 哦，你是白天啊，所以 you're still in Boston? Yes. 我目前在意大利。因为我们是 smart working 对吗？线上工作，然后我是来意大利看家人。Yes.你在北京吗？我在上海。哦，在上海，行，谢谢。那你最近怎么样？上海，对。最近挺好的，最近就是，参加一些音乐节目，然后也创作一些歌，对。I love it. 行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提问，想问一下，好吗？今天的活动会分为两个部分。就是第一部分是一些伯克利相关的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跟你事业相关的问题，好吗？然后就是我们上次什么时候见面了？我们上次是2017年吗？没有，我们应该是在学校图书馆好像见过一次，还是在哪里？我忘记了。哦，对，在我办公室对吗？在我办公室，对，好像是的，对。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对，时间真的是太快。对。Alright, 那就是第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就是你的 fans 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最近都忙什么？最近就是，在参加音乐节目啊，然后包括也有在写新的歌，然后在。开始策划之后的专辑，这样。知道了，一直在上海吗？北京和上海吧，就是。哦，北京和上海，行。对。那你知道，就今年的这一年非常非常 challenging， 对吗？因为疫情。对。然后这个疫情对你的生活和对你的事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就是我觉得疫情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吧，改变了大家之前的原本的生活轨迹什么的，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希望疫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可以让我们有很多时间停下来思考，包括像我在疫情期间就是也开始写歌呀，包括开始策划一些东西这样。对，没错，我也是，其实因为疫情我一直在写歌啊。哦，对，我听到你的专辑。哦，thank you, I'm glad you did. Yeah, 因为时间就更多，然后 just like you said,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下，对吗？在未来具体要做什么，对吗？那你最近就除了写歌，有没有一些就演出的计划，演出的打算？演出，会有一个跨年的演出，对，就是这样。行，就是，那对，那应该很快的事情，就过几个月再会有吗？你是说 like 长期的吗？是的，就是估计之后准备一张专辑，差不多这样。哦，行，哇 ，very nice。那你想伯克利吗？你想 Boston 吗？啊，好，很想，非常想。那你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学习的氛围啊，包括老师同学在一起玩音乐的那个氛围，而且真的是能学到知识，对。是的啊 ，OK， 我们是2年前认识的。对吗？我应该没错，我们是在2017年的1月份呢，就认识，在北京认识的，对吗？对，就在你来参加伯克利面试的时候，
我就问题啊，你为什么要选择伯克利，然后并且加入我们？因为就是我是就是想学习音乐嘛，然后想学习音乐就想说需要一个很专业的、非常优秀的学校，然后来系统的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最后我觉得 Berkeley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就去尝试考了。对。I'm very glad that you did. 那伯克利对你的生活和学习有帮助吗？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在氛围之下学到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学知识最理想的状态。那你来伯克利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出国吗？长没期有的，没有，我之前长期的。去 LA，然后去 New York，还是去了几有去过几次，对。也是长期的。没有，那个短期的工作，哦，短期的工作，行，因为我们今年有很多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就准备去伯克利学习，对吗？然后，对那些要申请伯克利的新生和快要去波士顿学习的那些新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学满知识的回来。那我你刚刚说，你是非常讲究伯克利和波士顿的氛围，就学习的氛围，对吗？atmosphere 环境，对吗？对，那你最喜欢的课程是哪一些课程？最喜欢的课程，其实每节都还不错呀，因为我觉得老师讲的都还挺好的，像什么 ear training 啊，包括还有一些有很有趣的什么 DJ 打碟的课程啊，就对，还有音乐制作、电子音乐制作什么的都还蛮酷的，对，很多新东西，对。行，那你已经选择专业吗？我选你应了，该，就是选择 Promusic。说 again，你再说一遍 Promusic 吧。哦，Pro 就 Music。是，对，在 Promusic，对。OK，那选这个 Pro Music 这个专业，你有原因吗？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专业吧，它都是因为每个方面都会学到，所以我觉得一个音乐人，他确实是需要具备各方面的音乐素质和素养的，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对。那你就是这个 Pro Music，你就觉得这个 Pro Music 的课程会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音乐人？那肯定会了，一定，exactly，对。那你最近一年来的课程，你觉得你提高的是什么方面？然后你学到什么技巧？我觉得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就是包括音乐审美、音乐的技术，包括就是各个方面吧，因为毕竟是一年，你就是都会提高的，对。那关于你的学习和事业，right？因为我知道你很忙，对吗？然后最近两年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忙，你怎么去平衡这个事业和学习？就是把时间段分开吧，像在学习的时候就去学，然后有时间就来，就像去年在美国的时候就认真学习，然后回中国了就开始努力工作，就是这样。这样，那压力大吗？还可以，我比较习惯，对。比较习惯了。那关于这部分就是伯克利相关的问题，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吗？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让你开心的伯克利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很舒服的，就是像之前我上课，然后在
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从150上完课早上，然后去星巴克买杯咖啡，然后走到22，我就觉得哇，就很享受人生的感觉，对。是的，那你在波士顿住的地方离那个校区很近，对吗？不算太近，反正就在那一块儿，在对，对，行，在丰伟那边，对，对，那方便就好，对吗？对，很方便，很方便。那这个波士顿这个城市，就对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Okay，那就第一部分结束了，对吗？咱们就可以进一下第二部分，就第二部分就是事业相关的问题，对吗？你能不能给我们的 audience 去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样的 project？什么样的音乐的 project？音乐，最近因为我在上音乐节目，在上一个，对，音乐类的节目，所以说有很多的歌曲需要准备，对，就是这样。那一定有很多要准备，对吗？那咱们，我想知道，就是未来的12个月的计划是什么？So this is like more like short-term goals, right? I don't know，就是走一步看一 That's 步。fair. I don't know，yeah。不知道就没有事情，没对，事，其实我也不知道。对。Because this year it's been pretty challenging for everybody. 关于这个 long-term goal，就是长期的话，未来的10年，你就想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越来越好呀，就是各个方面，在自己这个人的方面，在音乐方面，在其他的工作的方面，都希望越来越进步，一直在进步，这行，样。然后我们今天在直播对吗？然后我知道在我们的观众里面有很多有很多的学生，跟你有同样的一个梦想对吗？那为他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建议？其实我觉得就，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就是等待一个机会，然后他们一定会绽放光彩的。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so much, Roy. 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我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你的 fans，给我们发过来的问题。然后，就今天的采访结束了，我希望就会快一点就见到你了。你下一个学期好呀，会好。回 Boston 吗？还是要等待 summer 那个学期？我可能会等待疫情稍微好一点，会回去，对，会回的，会回的，行，没有问题啊。thank you so much, Roy. I'm so happy to see you. I'm happy to see that you're doing well. I'm so good to see your face again. 然后我很期待在伯克利见到你们。OK，so 一定要保持安全，也保持这么strong、好，这么谢谢老师，committed、谢谢老这么 motivated。All right. 好，谢谢 leader，好，All right. Thank 拜，you. I'm gonna share a few things with the audience right now. In the meantime, we'll see you soon, okay? Thank you so much. OK，谢谢，Bye bye,拜。Roy. Thank you.